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常年期第32主日，在列王记及福音中分别记述两位穷寡妇的奉献。正如圣父的慷慨及圣子无条件的付出使我们获得恩宠，愿我们也能慷慨和谦逊地贡献自己的所有。现在请大家收敛心神，准备参与即将开始的弥撒圣祭。圣主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来庆祝常年期第32主日。在今天的马尔谷福音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穷寡妇，她将自己的全部的生活费都奉献给天主。这也让我们真正的看到，这位穷寡妇，她不只是成为真正门徒的肖像，她也成为天主和耶稣基督的肖像。正如圣保罗宗徒所说的，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赐，他本是富有的，为了你们却成了贫困的，好使你们因着他的贫困而成为富有的。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弥撒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下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母，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你、崇拜你、宣扬你、高
请大家祈祷。全能仁慈的天主，求你大发慈悲，铲除一切毒害我们的事物，使我们身心无阻，以自由的心灵承行你的旨意。愿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列王记上》。那时候，厄利亚先知往撒尔法特去，来到城门时，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拾木柴。厄利亚呼唤她说：“请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她正要去取水的时候，厄利亚又叫住她说：“请你也顺便给我拿点饼来。”那寡妇说：“我指着永生上主你的天主起誓，我没有饼，缸里只有一把面，罐里还有一点油。你看，我正要拾两根木柴回去，为我和我的儿子做点东西吃了等死。”厄利亚对他说：“你不用害怕，尽管照我所说的去做，只是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再为你和你的儿子做，因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直到上主使雨落在这地上的那一天，缸里的面绝不会用完，罐里的油也绝不会缺少。”那个寡妇就照厄利亚的话去做了。他和厄利亚及他的孩子吃了许多日子，缸里的面果然没有用完，罐里的油也没有减少，正如上主借厄利亚所说的。上主的话。感谢天主。我的灵魂要赞美上主。我的灵魂，你要赞美上主。上主为被欺压的人辩护，上主赐食物给饥饿的人，上主使被囚的人获得自由。我的灵魂，你要赞美上主。上主开启瞎子的眼睛，上主使愚鲁的人直身，上主爱慕正义的人，上主保护旅客。我的灵魂，你要赞美上主。上主支持孤儿寡妇，上主迷惑恶人的道路。愿上主永永远远为王。西庸，你的天主万寿无疆。我的灵魂，你要赞美上主。攻读至希伯来人书。基督并非进入了一座人手所造、为实体模型的圣殿，而是进入了上主本境，今后出现在天主面前为我们转求。基督无需再三奉献自己，好像大司祭每年应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殿一样，否则从创世以来他就必须多次受苦受难了。可是现在，基督在今世的末期只出现了一次，以自己做牺牲，除灭了罪过。就如规定，人只死一次，以后就是审判。同样，基督也只一次奉献了自己，为除免大众的罪过。将来他要再次显现，是与罪过无关，而是要向那些期待他的人实行救恩。上主的话。感谢天主。
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尔谷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教训人说，你们要谨防经师，他们喜欢穿上长袍游行，在街市上受人请安，在会堂里坐上座，在宴席上做首席。他们吞没了寡妇的家产，而以长久的祈祷做掩饰，这些人必要遭受更严重的处罚。耶稣面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么样向银库里投钱。有许多富有的人投了很多，那时来了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儿，即一文铜钱的四分之一。耶稣便叫他的门徒过来，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比所有向银库投钱的人投的都更多，因为众人都拿他们所剩余的来捐献，但这个寡妇却由自己的不足之中把所有的一切全部的生活费都捐献了。基督的福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来庆祝常年期第32主日。如果进入天国需要门票的话，那么我们大家想一想，它会值多少钱呢？施舍足够吗？教宗大额瓦略在他的著名的讲道当中，针对这个问题，他说，天国是没有价格的，你需要把一切都付出。然后他再采用圣经当中的故事来说明，撒开为了进入天国付出他家产的一半，而另一半用来四倍赔偿他曾经欺骗过的人。伯多禄跟安德勒以渔网和渔船换取了天国，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有。以今天那个穷寡妇，她付出的更少，两文钱。有的人甚至只是给了人一杯清水。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可怕的罪恶就是那些隐藏的很好啊，善于伪装的，让人好惊讶跟措手不及。如果耶稣以很特别的方式来强调的语气劝告门徒要小心提防某一些人，那就说明这个情况非常非常的严重。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耶稣与法利赛人、撒都塞人和黑罗的党人一连串的冲突之后，他更加直接、明确、锐利的质问经师，通过各种挑战性的话语更有效的来讽刺他们。这个表明耶稣很担心一些邪恶的行为可能已经渗透到他的门徒团体当中。经师本来是负责一切有关文书的工作，但在巴比伦充军归国以后，他们成为专门解释法律的人，
在法律领域他们很有权威，负责在法庭上执行判决的法官，他们的职业是合法的。耶稣反对的是他们的态度。耶稣对他们的第一个谴责是虚伪跟炫耀，他们喜欢炫耀自己的知识跟名衔，以获得人们的注意，跟老百姓区别开来。他们认为普通的老百姓都很愚昧，所以他们自己在穿衣服上面也与一般的人不同。通过聆听福音，我们知道他们穿着长袍制服招摇过市，人们对经师非常的尊重，在路上要给他们让道。如果在会堂跟集市上面，他们要把前面的位置保留给这些经师。在集市上要将最好的东西给他们，问候他们不能仅仅是简单的一句平安 Shalom， 而是要鞠躬，而且还要亲吻他们的手。一旦有人将这些礼节做得不够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很愤怒。所以耶稣认为这个很荒谬，无法忍受，因为他们在制造不平等的制度。或许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耶稣的教导跟态度对今天我们教会中这种虚荣心、寻求首位、渴望荣誉、热衷于颂扬跟特权的情况有什么样的启发呢？等级制度已经受到耶稣的严厉谴责，试图恢复这种状态不是小罪，而是违反福音的价值观。耶稣对经师的谴责，另外好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贪慕寡妇的家产。我们知道寡妇跟孤儿跟乞丐在天主特别保护的行列之中，这是圣咏篇告诉我们的，欺凌他们的人是有祸的，不正义的对待他们的人将会得到上主的惩罚。天主曾明确的规定，对外侨不要苛刻跟压迫，因为你们在埃及也曾侨居过。对任何寡妇和孤儿不可苛待，如果是苛待了一个，他如果向我呼求，我必听他的呼求，对弱者的剥削，是我们这个建设在弱肉强食基础上的世界的一个原则，因此就产生了狡诈跟欺骗的社会，这是绝对反对福音的精神。第三个谴责更加严重，福音告诉我们他们假装做长久的祈祷，以表现宗教热忱来欺骗自己，来欺骗老百姓，来欺骗天主。经师告诉人们，如果反对他们、批评他们、不服从他们的意愿、不给予他们荣誉，实际上就是反对天主。与经师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相对比，福音今天为我们介绍了一个真正的宗教信徒，一个很贫穷的寡妇。其实在马尔谷福音当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马尔谷福音把耶稣很欣赏跟敬重的妇女介绍给我们。在今天的福音当中，关注的这位穷寡妇与经师的特征非常的不一样。这位穷寡妇她没有夸耀自己的宗教虔诚，她也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只是很简单的做了她自己想要做的事。这位穷寡妇
他不认识耶稣，他没有听过耶稣的讲道，也没有得到耶稣的邀请来跟随他成为耶稣的门徒。他没有像十二门徒跟很多妇女那样三年跟随耶稣，但是他的作为完全符合福音的精神，完全符合耶稣的教导。这位穷寡妇也代表今天那些虽然没有机会阅读圣经、聆听福音、获得信仰，但是在圣神的推动之下，按照良心实践福音精神的妇女们。所以爱的特征就是完全，天主的爱要求人全部的投入，完整的投入。所以意思说，你们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对近人的爱也是应该是这样。这位穷寡妇的爱就是一个楷模，她与富有的人不一样，她没有好多的钱财来捐献，但是她捐献了自己的一切所有，甚至像希腊文中所表达的，她在贫穷当中将自己整个的生活费全部投入。所以真正的门徒不是说我们只拿出自己多余的一部分，而是卖掉一切施舍给穷人，付出自己整个的生命。即使是最贫穷的人，像今天福音当中的那位穷寡妇，也被要求施予一切。没有人贫穷到任何东西都拿不出来，也没有任何的富有的人不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任何的东西。天主恩赐了自己所有的子女们，人应该像天主那样不为自己保留任何的东西，而是一切都准备施予他人。这位穷寡妇因为她彻底的爱，她不只是成为真正门徒的肖像，也成为天主跟耶稣基督的肖像。正如圣保罗总统所说的，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赐，他本是富有的，为了你们却成了贫困的，好使你们因着他的贫困而成为富有的。所以再回到我们之前所提出的问题，如果天堂要卖门票，我们大家觉得它值多少钱呢？施舍足够吗？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事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便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半缺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既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头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席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活时时刻刻都充满着挑战，在服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遭遇到他人的批评跟反对，但是主耶稣是我们的力量跟希望，有他的同在，我们无所畏惧，能充满信心将福音的喜乐带给每一个人。现在让我们怀着希望献上我们的祈祷。请为普世教会祈祷，求主帮助教会的福传事业将福音喜讯早日散播到每个人的心中。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全球的执政者祈祷，求主赐予他们智慧勇气，追随福音的精神，以民为本，让创世之初的真善美重现人间。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我们堂区的教廷家庭祈祷，因疫情肆虐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求主派遣圣神带领我们走出阴霾，早日回到堂区这个大家庭同沐主恩。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炼狱中的灵魂祈祷，特别为我们堂区服务过的神父修女们，各善会的义工们和我们的祖先父辈们，求主广施慈爱，恩许众炼灵早登天国，与你合而为一。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静默片刻，为我们心中的意愿向天父祈求。求天主借着你的圣意一一福允，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上主，求你垂顾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俯听我们的祈祷，恩赐我们在今世承行你的旨意，来日参与天国的宴席。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请大家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仁慈的上主，求你垂顾我们的献礼，并使我们以热忱真挚的胸怀来追念你圣子受苦受难的奥迹，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真的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便能使人得救。我们原是在你内生活行动和存在，我们生活在此城市，不但每日体验到你慈爱的温暖，并且已经把握了永生的保证，圣神的恩赐。你借着圣神曾是耶稣死而复活，并带给我们确切的希望，逾越奥迹将来也必在我们身上完成。因此我们虔诚感谢你，并随同所有天使宣扬你的德能，同声欢呼。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天，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你已高举他，使他坐在你的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新的了知，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之后，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铎默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神职人员，使他们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父玛利亚及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唱我们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世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单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主内互助平安，也祝大家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出免世罪者，孟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林主勇，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躺在青绿的草场，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水旁。请大家祈祷。仁慈的上主，感谢你使我们再一次领受了圣体神粮，求你派遣圣神带着天上的恩宠降来，圣化我们的心灵，永保真纯。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报福音吧，感谢天主。现在我们一同诵念圣米格尔总领天使祈祷文。圣米格尔总领天使，请在抗争的日子里保护我们，
使我们免于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我们谦卑的祈求，但愿上主谴责他，上天万中的统帅，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到地狱里去。阿们。接下来，我们一同诵念本月的圣经金句：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马尔谷福音第13章31节。